去同事家暖房，快去快吃没给他们买，出了电梯又转，然后呢？讲真啊，我不用这招很多年了。我听，我累死累活，我不是浪费了你？不是这间，是这间。暖房不是来蹭饭的吗？早知道多买两根雪糕了。点着姑娘的嘴要吃啥东西，给小孩一样。我另一个未曾谋面的妈妈，直接怎么卖？8块。认错了。昨天还卖3块呢。谁卖给你的？他，你卖给他的。就问了。都因为我都管不了个家，让这个可怜的中年人。我昨天其实没有，对不起，我撒谎了。哎，只印1块啊！啊，还要掏1块钱，都留纸。快点吃，没给他们买。来了，送你就得寄，京东买的。7天内发现任何平台比他贵，都可以。怎么还在这环境？周五还有员工直播。哎，小仙你也带东西了，送你暖房的雪糕。我不觉得它便宜，它就不便宜。太贵重了，被发现便宜了。我前2天其实就给你买东西了，就是物流太慢了，一直没到。昨天才到那个。哎，有必要这么好奇吗？就愣凑过来看别人手机，这都是我给自己买的。小珍，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。我跟你说，我是那种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100倍的人。哎呀，你都吃这套啊？你能理解吧？不是，我刚入职1个礼拜，给你买个高级音响，我有病吗？我理解，楼下雪糕那么贵，你还买了那么多，真的很贵重。别多想了。伤到他了，要不给他3000块钱？我一个月工资1500，2个月不吃不喝，把钱给他喝，然后饿死。我们两个小学都没地儿学，现在不是又传染大学吗？快跑！阿姨，我本科毕业，已经不跟家里要钱了。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我会很努力的。这里人，小泉，音响给你，帮我出个头。坐电梯遇到老板，不等，不想和你坐电梯。被我挺愿意的笑容蒙蔽了，其实我按的是关，我按错了。刚吃饱，溜达过去。拜拜了您嘞，又他妈按错了。葛总到了。嗯，我俩不一层，算了，当我自己放放气儿。打好了吗？别玩电梯了。按了半天，给他困住了。什么味儿跳过来？小月是对赵丽，不吃虾了，赵啥意思？ Air， 蓝牙没用过吗？比如说小蕊爱看的这个，第一张它被捐了，对吧？咱们就给它一复制，然后粘贴，粘贴到哪里？ Word。 哎，这个时候老板过来了，不要慌，他过来就，感觉你好像是在认真的工作有疑问。要领是什么？要领是粘贴到 Word 上，传给葛总了。我不叫摸鱼，勇闯国际版，我有很多面。他没看，会挺多啊你啊，明天别来了。我知道我是外地人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，就算熬夜加班，心里也快乐。这个科研室淡斑精华给你了，用完皮肤透亮。我怕熬夜加班1个多月。这个是我最后做的方案，大家记得用会员模式。我看错了，这个月缺席都没报。幸亏标题是向我介绍，没事。上回那个情况危险。哎呦，不要看，应该怎么办？老板来了。哎，走开会。啊。哎，老板，开会。哎，朱总，你走了？要的是什么？走。直接走。要的是把电影导进剪映里。版本很全面。你还没看1.0？对。1.0算什么价钱？扣你工资。哎。上班再次迟到。滚。天天这么早，没当过老板。哎，王总，不聊了不聊，跟您在这公司门口啊聊了30分钟了。大菠萝科技的王总，这个包和衣服是你的吗？在外面从两边藏着。既然是藏的，你勾他干嘛？那没人要的话，我拿走吧。里面有2支笔、茶叶蛋、森林可乐、32块钱的口红，拿走吧。是不是你们谁迟到了，故意营造已经上班的假象？来，我看看里面有啥。还好没带身份证。有照片？什么？尝试5年前男人女人相亲中的报名表吗？没事没事，我长大了，长开了。不是我。哎，你们会员去森林可乐了吗？零糖零脂零卡，没喝有糖一样好喝，据说。我瞅着。瞅啥？瞅方圆呢？我们这一天天为公司披星戴月的，查出来能咋？把他看还是咋？没有。没露馅吧？冷的是派的事儿。那外卖拿回宿舍给老苏吃。因态度恶劣找老板道歉。
说不出原因，就是想坐一下。哇，这就是全地的感觉吧？站起来。我正前方有个监控。里面有人吗？我反锁了。起来，我有点事儿。我见有人从里面锁门了。好紧张，好想哭。哎，小山从门后面出来的。啥意思？我从门后面出来的。我在后面这样，然后你们都进来了。我说，哎，人呢？我说，啊，是啊，人。我怎么可能这么蠢？这样不就被大家发现了？AI 换脸，小学生都会现在。去团建的路上还有半个小时，时间刚刚好。显得那么积极，资本的马仔。这都什么年轻人啊，早上不睡觉吗？这春光乍泄的怎么起？等谁带我呢？这我这个大气小哎，我一米六八的腿怎么过你了？还给我拍张照，我还得猜你们在那儿呢。这帮资本的马去的，给你们扔草原上都过了。我是学校的春节学校，我不懂怎么跑啊。吃进去吧。有我的歌。这首歌是谁点的呀？他应该吃了。你点的吗？啊，你点的。只能去厕所了。啊，小轩呢？小轩来唱呀。一个没吃过，一个没做过，我怎么整？大家喝安慕希气泡酸奶，纯正生牛乳酱系发酵，安慕希有气儿，畅爽超解渴的，还有原味的。听不见，麦克风。你才用了我脑子里都是智慧吧？麦克风说。呀！剩下我露羞耻秋衣。团建结束。他俩人真好，好暖啊！我到家以后再说吧，不然我在路上真出了什么事儿，售后警察问我同事是金线对不上，还过不了岸了。师傅快一点！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到了。不是我就奇怪了，一路上一直在那等等等等等，我一出回家就没人说话了，搞职场攻击这搞什么？哈哈，我一个人孤立一整个公司，尤其是你俩，你俩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你等会儿艾特你。黑心娘，赶紧撤回。这么绝望的时候，竟然想起来一件事儿。恭喜成功，又放松了。听说你们派小轩给我转正了。我不就是派小轩？我说月底了还不跟我要开号呢？这是一千五都不想发呀！我才不吃亏。我这钱的之间，连亲都是自己刷的。老板好。把那个团建的宣传片剪。我不会剪啊。你简历上不是写的熟练掌握 PR 吗？你公司剪辑软和写出去就上市了。PR 是剪辑的意思啊？我以为是简历模板自带的呢。高低得说你啊。对吧？我小张离职了，给他打下码。上一个即将离职的人给离职的人打码，也不知道下一个给我打码的人现在在哪儿。小张，是那个特别爱上镜的小张吗？是那个特别爱上镜的小张吗？没思路就先别说，先别说。哼，你干嘛去？这不也是自己刷的？回家继续看重生之后的安老板。哦，今天是世界读书日，那就看到两点吧。号都不跟我要，什么班我还得亲自加。就不去。你把他提前转正的事告诉他了？我没说。看你他狂的。是提前转正，不是不能转正。从没有人事告诉我呀。哎呀，你以后说话把牙套摘了，都误会了。早安，老板，见客户啊。去见什么客户啊？哪里的客户啊？什么时候跟我要卡号啊？哦，对了，那个小张护士员，你咋忙去了？是那个特别爱上镜的小张吧。